周兴哲上上周前往洛杉矶度假，除了吃美食、逛街狂买很开心，其实这趟美西度假之旅，女友赵黛欣也有跟去旅行。原本是主播的她，未来工作将以主持为主，而除了女友爱相随之外，周兴哲的妈妈和弟弟也都有一起同行，让女友可以和家人们好好相处。周兴哲在旅行同时，也透过社群网站po出许多照片，除了吃遍美食之外，买东西也买得相当开心。而周兴哲八月在高雄巨蛋的演唱会门票已经完售，回台后就要开始为演唱会准备。他也表示高雄场的节目内容会再微调，会和台北场有不一样的惊喜，只能说真的是等不及啦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